主料，蘑菇、木耳、鸡蛋一个，火腿肠两根，面、酵母、辅料、葱、盐、油，准备馅料。蘑菇洗干净切成小丁，火腿肠切小丁，木耳切碎末，鸡蛋炒成鸡蛋碎。锅中倒油，放葱花爆香，然后下蘑菇翻炒。翻炒蘑菇是为了煸出蘑菇的水分，将煸炒好的蘑菇丁、火腿肠丁、木耳碎、鸡蛋末混合，加入适量盐调匀，把翻好的面切成均匀的面块，将面块擀成厚薄均匀的圆饼，放入调好的馅料，像包包子一样将馅料包好，将包好的馅饼擀成圆饼，放入电饼铛，开上盘下盘的开关，烙到两面焦黄色即可。成品，剩余的馅料加入一个鸡蛋和少许面粉，放入电饼铛中烙成鸡蛋饼，不浪费任何的材料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